Hi, Kenneth. Hello. 你知唔知今日要嚟做啲咩啊？今日系嚟打波嘅，我知道。雷球。冇错，我哋今日就系嚟到呢个香港嘅雷球总会。系。咁就要整理两招，就要学打雷球。同边个学？系咪你教我先？边个？冇，其實我想講，今日之前我係棒球、壘球都唔係好識分嘅，所以我都唔係好知發生咩事嘅今日。喂，咁就啱啦！今日我哋揾咗一位壘球嘅男子代表隊，咁犀利，好。你今日其實要跟佢做一啲 check。好啦，我哋而家即刻去揾佢。你好，你好。你点啊？准时，准时，唔好谂，唔好谂啦。我哋今日嚟做咩咧？今日嚟打垒球嘅。系，你可以教到我啲咩咧？请问？教到你打到个波先啦，起码系啦。希望你成功啦。咁我哋打波之前有咩要做咧？打波之前要换好衫先啦。我呢个唔得咩？你唔得啊？好青春喎，好衬呢个。所以咧？垒球嘅。我就准备咗件 T 恤俾你嘅。系。Okay.就香港垒球队嘅 T 恤，咁我哋换完身就打啦，系嘛？唔系，仲有咩做啊？热身啦，当然要跑步啦，跑十个圈啦，跟住再做廿下掌上压啦。我系五零军，大家都叫我牛仔嘅。我系洪志杰，大家都叫我做 L。我哋系香港女子，女子。我哋系香港男子垒球代表队嘅成员。我细细个就因为我爸妈都是打垒球出身的，咁我爸系。以前的女子队，香港女子垒球队的教练，咁其实细个就培训我成为一个棒球员咯，因为个转变都因为可能他哋就因为打垒球，所以我就转打垒球。咁我其实打了大概我今年30岁，打了26年到嘅，喺我妈个肚已经系打紧波。我妈讲咧话咧，佢打完生完我之后咧，佢仲有力咗嘅，话。系啦，佢就好似仲都有 keep 住再有一两年打嘅，跟住之后就慢慢冇打啦。我接触垒球系因为我中学咯，嗰阵时即系教我哋嘅嗰个体育老师啊，咁佢同时都系前香港女子棒球队嘅成员嚟嘅。咁嗰阵时佢就喺我哋学校好似推广呢个运动咁样，觉得呢个运动几有趣。因为我自己本身小学都系跑步，即系田径啊，或者系打篮球。我看到那陣時候，我學校的師兄就係著住啲成套裝備咧，即係跑步啊、衫，我覺得其實幾型，唔打得都好似睇得少。準備好嘅教練我，但係我想咧，即係打之前，我想問你一個問題：點解你下下都要戴住呢個太眼鏡？我睇唔到你，因為原因係我隻眼好細。有另外一個特點嘅，咁打個波打出嚟咧，高波，通常我哋日頭打波啦，個波打出嚟，如果我哋有太陽眼鏡咧，我哋會容易啲接到波，唔會俾個太陽遮住咗。好啊，咁打咯喎。嚟咯，熱身咯，十個準備好未？嚟，準備好。嚟 ，go！ 嚇，真係㗎？真係㗎？係啊，而家嚟㗎啦，而家嚟㗎啦，我哋數一二喎，左腳先。咩啊？一二三四。一二。好醜好怪。喂，三四啊！一二。其實以我所知依家。全港啦，其實都有1500至到2000人係打緊壘球呢個運動咁樣，咁同埋香港壘球總會佢哋自己都會推好多嘅一啲訓練班啊，或者書籍課程咁呢啲，令到比更加多人可能由好細個開始就可以接觸到呢項運動咯。我自己覺得只要你肯練同埋有心去打，就可以去成為即係一個好好嘅壘球員。即系垒球队嘅队员啦，一二，喂，出声啊！不能夹，冲啊！喂，做咩冲？黐线，冲去边？我就18岁嗰年入到垒队，咁嗰阵时就系有个叫做全国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嘅比赛，咁就咁啱我哋都会出队去垒球嗰个项目，咁嗰阵时就印象最深刻系呢一次咯，因为嗰阵时系第一次代表香港。參加出去參加比賽 ，challenge， 好正啊！係咪啊？好正啊！喺度下圈，隻手喺下面畫上嚟，係啊，咁咧，係跟住畫上嚟，係啊，即係就指前面，咁啊，係啊，哦 ，OK OK OK OK，
咁样，咁样。喂，我真系唔记得。顺时针，顺时针。笑到崩溃。印象最深刻的比赛就一定是2017年的我哋叫做世界男子垒球锦标赛啦。咁当时是对印度嘅，咁我应该六局下到我出场啦。咁跟住之后我哋仲输紧1-0，跟住之后我就好彩啦，咁样打咗个全垒打，咁追成1-1，最终第七局之后有另外一个嘅打better， 咁就打翻多分翻嚟，咁我哋逆转赢咗嗰场。咁其实嗰次好深刻，因为我打完个全垒打，我系放空晒啊，好似真系 C 朗赢咗世界杯咁样嘅。因为我哋下个星期就会去出国比赛啦，我哋就会去日本嘅高知去打呢一个嘅男子垒球嘅亚洲杯。依家我哋嘅训练量咧，其实都好密集嘅。訓練的課程上面，我們都是一個星期練5課這樣啦。對於今次亞洲杯的寄望，就是希望，因為我們分組就都不知道算是上簽還是下簽，因為我們同組有日本啦、印度啦，同埋台灣嘅。咁希望目標就是印度同台灣，希望我們會拼一拼。如果贏到印度同台灣，我想我們會出到線，這個是我們的目標，係啦。好痛啊！原来个手好痛啊！其实我打埋一届，应该就如无意外就退役噶啦，因为啱啱就新婚啦，咁想专注屋企啊，同埋工作啦，同埋都可能有少少其他原因啦，陪屋企人啦，就未能够即系花太多时间上去，咁希望。呢一次是我最後，即係因為我自己未打過亞洲杯，因為上一屆我自己就受傷，咁希望喺呢一屆有一個好嘅成績啦，交代翻啦，即係結束我呢個生涯啦，係啦。咁啊 ，L 咧，你點睇大師兄即將要喺代表隊度係掛牌掛牌？係啱啦。因為其實我覺得牛仔是很好的，因為我上嚟打嗰陣時咧，我嗰陣時仲好驚，我以為佢好惡嘅。我一開始我話係唔好意思嘅，我投得唔係好好，跟住我仲同佢講聲，跟住佢就笑口咁樣，就同我吹下水咁樣。即係我覺得，咦，其實好似都唔係想象中咁惡。對於佢退役，其實都唔開心嘅，即係覺得點講好呢即係希望佢可以 keep 住繼續打咁樣，但我都知道其實。不同年紀就會有不同的取捨咁樣，咁所以我都好 support 佢嘅，即係做嘅決定。咁呢次都係我第一次代表成人隊男子隊去出賽啦，咁亦都係第一次同牛仔即係、就是、以隊友身份一齊出嚟比賽，咁都想真係珍惜呢個機會，咁就希望去到亞洲杯可以表現得好啲，即、就、係、是、大家一起打一場好波。點解會打到啊，大佬？係。你又繼續。Okay. 这么高是不是 sorry 高估了你这里啦是啦不得啦个波呢去到这个位置你才好打好打哥是啦好打哥是啦劈柴劈劈是没错没错好哇是啦 OK 试下了 OK OK 有没有信心有信心 OK 不要香港垒球的展望，我自己觉得就当然越多人打越好，现在可能香港垒球场来讲其实很少的，我自己觉得真的很少，希望香港垒球会有好像其他运动就是要靠你们下个礼拜拿一个好成绩先，是的是的，我觉得好成绩就希望啦，希望啦，尽力尽力，加油加油，好多谢你们接受，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今日嘅事。香港加油，香港加油，香港加油。